新手教学，然后我们要正式开始。正式开始之前，网络还没有连上举手。我们这边有小天使服务，已经连上举手，那就帮忙没有连上的吧。问问看旁边的人 ，Any Wi-Fi connection? If you don't have, ask the one who have. And we don't have English interpreter now. 之后 ，Are we going to have 共笔 ？Keywords. 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国外朋友，对不对 ？Patrick, we are working on. We can. Maybe we can try this. 测试一二三。好，那个，好，网路先来，好不好？好，现在刚刚没上线有上举手，没有，是什么问题？是那个好像是认证的问题 ，Gavin 可以帮忙吗？哎，没有上的再举一下手，因为我们今天来后面。Ronnie 可以要不要解释一下有什么直接的方法可以？好像要一个一个服务哎，那我就好那个就先这样吧。等一下没有办法连上的哦，那个来。那个要不我用宅话解释一下。好。好的，我先用宅话解释一下，假如有的人连不上要怎么解决，然后如果旁边有些工程师可以帮忙就帮忙解决一下。就因为众议院的那个凭证，他不知道是没有买还是怎么样，反正。它的凭证是不安全的，所以 HTTPS 会验证失败，所以有的人就是会没办法登入，然后就会说 HTTPS 失败。那么解决方法就是在他登入那个就是要输入账号密码登入那个画面中，用开发者工具帮他把缝里面的 HTTPS 改成 HTTP， 然后再让他打账号密码就可以成功登入，然后就可以使用。所以以上是宅话，那么有工程师的人可以帮忙，就还没办法连上网络，然后听不懂我刚才讲什么，可以举一下手吗？然后对，有工程师帮我注意一下举手哪些人，然后帮我支援一下，用我刚刚讲的宅化的方法来解决。好，谢谢大家。好，那大家可以走动啊，因为我们还是网络优先。那个宅化的听得懂的，请走动服务好吗？来来来，不要客气。那我现在就是简单来做开场，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是按照那个提案顺序哦，所以等一下要提案的也要准备了。好，今天是蜂蜜柠檬黑客松，那我是伊塔。我是黑客松的，就是在办黑客松的人之一。哦，那我也很久没有参加黑客松了，因为我们上次办好像是七月。简单讲一下那个 GDV 的有实体的活动。好，双月大松是固定的，那有时候会延长一点，因为我们今年有summit，所以十月就没有办松。那过去有蒙点松，最近好像有一阵子没办。然后固定还有最近有的是 V Taiwan 小松，还有真的假的小松，都是礼拜三他们撞起，然后还有基础建设小松，那每两年会有一个 summit， 那我来调查一下，这次2018 summit 有来的举手，好，那没有来过大松的举手，哎，不重叠，嗯，但是有人是没有来 summit， 但又这次来大松，哎，好奇妙，好，那所以这些是目前比较有活跃的活动啊，所以。同样颜色的人，同样绿色是旧松团办的，那不同的颜色是不同人办。不过 VTAVA 和真的假的是不同人办，所以这是一个多中心的社群哦。那这个大松是由旧松团举办的，那如果有兴趣参与就是办松的话，可以到 Slack 的旧松。好，那我们的 Trello 是 open 的，你查旧松团第一笔应该就是 Trello。好，今天。顺序是这样，早上提案，然后吃和聊天同时进行，然后下午有短讲，短讲已经爆了，请不要再自己增加一栏去 增加 talk 了好吗？那个已经被偷偷增加两个 slot， 本来是四个，现在默默的增生，就是对我们是一个自主的社群，所以大家很自主的去开那个 column， 好。好，那下午5点就成果发表。那今天有蜂蜜柠檬汁吧，是不是？然后今天有小朋友，所以那个会带小朋友的帮忙，好不好？好，就是外面的区域都可以遛小朋友。那今天的重点就是找事情做，或是找人聊天。哦，那所以GDV就是一个一直在说坑，就是一个的任务哦。所以今天大家。
什么网址都不知道没有关系，请记得这个网址就好 ，hack.julimi.tw。所有今天的活动需要的资讯都在这里哦。那共笔，那就是现在去看等一下提案的哪些，然后认清这个坑主的面貌，等一下就去找他，好不好？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多小的坑都试试看吧。好，聊个天，吃个东西也算一个坑哦。好，那昨天就是有这个线上哈拉，那好像蛮多人都很焦虑，就是怎么样交朋友。那我这边简单讲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组成好了。好，过去大概一直有三成是什么事的人，第一次会叫上有9×9，然后9×9的人讲话，我都一般人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那这边调查一下，这边会写程式的举手。今天好像比较多，那不写程式的，好，不写程式也很多耶。好，所以那个我们这边应该很多写程式的人都已经被训练会讲一般人听得懂的话，会吧会吧。好，因为很多人会就是经过30几次的训练，好，所以大概有40%的新参者，这次比较多。那我们100%都黑客，好不好？就是用一种新的方式，一个新的做事的方法，然后这是一群不特定的人，啊，就说还是特定的一些人在做，但是黑客松居里面。3D 印表机列印 pancake。 好，那今天有就是大量的那个各种食物，那感谢 MTK 的这个开放制药社，对，开放制药社长期提供那个没有人帮你煮咖啡的服务，就是挂耳包，那有精神不济可以去领。常常会觉得好像是社群是很多人，那其实你如果今天是这个状态也很 OK哦，不要担心，就是你没有找到人聊天，那是你想要读很多的资讯，那你就窝在一个角落也很 OK， 这也是社群，这可能就是平常社群的样子。好，重点怎么样提案？就是很时间很短哦，所以提出问题，提出解法，你可能这个问题已经想了2个月、3个月、1年了，然后你来提案，好，那你就说你需要什么人，然后你的授权方式。好，授权方式是很重要的，因为Julimi是一个鼓励开源的社群，所以你的东西如果是分享出来，大家会比较愿意投入。好，那这个就是一起来做。好，3分钟提案，然后中间就是 hack hack hack。所以我们今天比较辛苦是今天好像有工程，好，所以那个就是大家讲话大声一点吧。好，然后傍晚就是进度。然后来征求一下，谁愿意穿这个背心？来，不要让你一个人穿吧。真的耶，大家对你好狠心哦，子瑜，太好了。好，因为我点名，该本要穿吗？好，只好愿意。哎，他没有愿意耶，对不起。好，然后再来是等会每个人上台报告的人都要拿这个坑主背章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举，我们就会忘记吴阳是谁，对不对？他是谁？他是吴二阳，但是我们一定会忘记他，所以要给他一个背章，我们就不会忘记他了。好，这不好笑。好，背章在这里，所以等一下要拿这个坑主的背章，我放在这边。好，然后因为那个今天人很多，等一下还会很有些人来，因为有些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人就会比较晚来。这个找一下皮卡丘在哪吧，找不到对不对？给他一个背章，好，就找到了。好，然后我们今天有那个桌牌，好，那成案之后就放桌牌，让别人找得到你，然后去登记那个地图。好，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活动啊，都是有这个 code of conduct， 那不要骚扰啊，一切都是以尊重为主。那今天的入坑人，
这个名单持续欢迎增加中哦，就是这个场子就是没有人是工作人员，刚刚子瑜说的，所以这个每一次都会那么整齐哦，我们这次也保持好不好？好，每一次都会掉东西，但是这次不要再掉东西了，好不好？好，那今天有门神，感谢门神在外面帮我们守门，门神 door God Patrick, this is the one。好，刚刚讲一大堆，重点是我们在推那个认养大松，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钱好像有点不稳，那我们还要办基础松，所以想要继续台湾有继续这样的黑客松的话，请支持认养大松，也是在同一个网址。好，那小额捐款欢迎。募款完之后，我们要来发钱。12月10号开始，奖助金要增案了，30到50万一个案子。我们刚刚只是要定期定额，但是发30到50万哎、欸，好、哦，赶快来提案，做8个月。那下个礼拜开始增建。好，那就是今天就这样，因为我们 delay 了。来吧，第一组是谁？第一组是 Mr. ORZ， 对不对？直接播 YouTube。在。放回后面再。好。